记者黄嘉林高雄报道，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就有绘本可以看。高视图与医疗院所合作，推出专属高雄在地的熊爱读册书盒，孕妇怀孕第36周时即可凭妈妈手册领取，让新生儿刚出生就能接触阅读及感受故乡高雄的文化色彩。为了零至两岁婴幼儿阅读推广计划，高视图表示，英国、日本、德国在婴儿见诊时领取的 BookSplat 阅读礼袋，但率先推出专属高雄在地的熊爱读册书盒，让妈妈在孕期时能有充足的时间做好亲子共读的入门准备。此外，高视图总管国际绘本中心即日至8月26日期间举办熊爱读册又有阅读起步走婴幼儿绘本系列活动，透过主题书展、讲座及说故事活动，带领读者阅读各国 BookSplat 选书，透过各式活动让新手家长的亲子共读更得心应手。对于婴幼儿绘本书展和系列活动的构想，高视图表示，阅读的起点是自发性的趣味探索，用图像说话的绘本是最好的启蒙选择。早期阅读除了能刺激婴幼儿的感官及认知发展，透过愉快的亲子共读，不仅能增进亲子关系，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，更有助于孩子在认知观察、情绪表现、想象创造、社交智能、逻辑思考等方面的建立及成长。